打车，你两千三打出去了？啊，两万。哎，我操，这个就生意了。三四包有吗？一个字，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码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看一下第一副视频的开头，大家已经看到结果，不错，这又是一把开心快乐的牌局。具体这一把牌是怎么打的，现在呈现给大家。起上手倒是平平无奇啊，手里只有两对，而且搭子大部分都是两头账，所以说一开始肯定是没有想法，一副老老实实想做门清的牌。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走上了碰碰胡之路呢？来四条开掉卡八万的搭子，对家两个碰掉我的九万，碰过来一对三筒，现在我手里有四对，对家打六筒，以牙还牙，我也要碰他一下。就这样，碰碰胡启动，两个打四条，接着碰，现在两碰对家，希望两个能老实一点，不要太冲动。现在下家胖瓜也顶不住了，也开始启动了。来东风，先跟着对家打小计，这个牌要稍微的稳一点，不能让对家也两碰我，毕竟我的牌力现在也不够。现在下家胖瓜来花也挺好的，上家也启动了，这把有意思了。碰上家的三筒，手里只剩四张牌了，四张牌在手，应该会给到两哥一点压力了。两哥倒是四处在惹事儿，现在让上家也动他两下。来的牌一直都不好，留不住啊。想着东风三万要打掉一张才行，毕竟上家在做万子，还是要跑掉一点胜仗才可以。现在想跑也跑不掉了，上家已经停牌了，五万也是胜仗，来什么打什么，再拼一个五万，倒是让二哥停牌了，出手张东风给我带了个路啊。这个牌五万拼对了，摸三万上听，打掉东风听牌，看看上家听什么。上家清一色听海狮顶球，三四万，这个牌来的可是太巧了。如果再晚点发五万的话，我和对家一人一个冲牌。抓花，三条杠开，开心快乐。碰碰胡炸开四十分，加个苍蝇四十九分。看一下第二副，这个起手牌倒是相当不错，还缺个搭子，七条来，搭子齐了，一上张，这个牌倒是简单。摸六万上听。但是这个牌怪自己耳朵背啊，对家两个一直在叫碰碰碰，哎，怪我，怪我摸牌太快，到手的六万也要给退出去了。不过还好，六万碰走来四万，照样听牌。管不管我听得见，照样能听牌。就问两个你服不服？上一把三条炸开，看看这一次能不能来个同款。底下打六条点炮，三花八分加苍蝇十三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副，
这一副跟上一副差不多啊，来五孔先打八条，同样是缺搭子，这个牌要个找个好搭子才行，八万来搭子齐了，哎，手能不能拨个卡张上听啊，是来个卡张就 very good 了，来四万，那就打掉五条，三边两卡，等同于两头张，但是要先上卡张才算。抓花，杠个没用的分项，直接打掉。弄个卡张上听，开心啊！这个牌听得好，让我多摸几圈。一下子三家听，现在不用多摸几圈，找点副牌才是正解。上家也来了，打七筒点炮，金花十六分，加苍蝇22分。